重点提要。第一步，红圈处下钉。第二步，在地上把银柱固定在黄圈处。第三步，穿入骨架撑起天幕，开始搭设。将天幕摊开铺平，先将四个打圈处下钉。把银柱放置在黄圈旁，再将银绳下钉。再将骨架穿入袖套，再将骨架穿入铜扣，撑起天幕。另一边也一样，把骨架穿入铜扣，将骨架两端下钉。再将银柱撑起，再把银绳全部拉紧，把全部银钉银绳调整到最适位置。天幕支带需缠绕骨架再下钉。完成。